好，今天要教大家新会员注册后如何开通电子钱包。新会员注册后，公司会立刻寄两封信给你。第一封就是欢迎你，注册为WV 的会员。那你投的讯息会有账号和你的密码，还有你的专属网址。第二封就是会有一封像现在你画面看到的这一封讯息，就是邀请你开通电子钱包。那如何开通呢？我来这边替大家操作一次。首先，你到信件里面找到这封信，点进来。那这里有一个网址，点进去。点进去，它这里会显示电子钱包激活，那你就按继续。好，这时候他会邀请你登录你的电子钱包，那电子钱包的账号密码呢，跟你当初注册的账号密码是一样的，所以就照刚刚那个账号密码登录就行了。好，登录。好，进来之后，这个步骤很简单。首先就是确认你的资料，确认无误。那这边打勾。步骤二，我确认所有表格的讯息都正确，全部都打勾。再来，这里有一个重点，非常的重要。这里要设置你电子钱包的交易密码。这组密码非常重要，一定要记得，因为你之后要把电子钱包的钱转出来，都必须透过这组密码，所以这组密码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那现在我就来设置密码。好，设置好之后按继续。好，因为刚刚我这边信箱没有听到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他这里会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设置了你的电子钱包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接下来，我们就要跳到另外一个画面，把电子钱包和我们的账号绑定。那怎么做呢？首先登录到你的后台，那我们选择这里，第二个。点进去，这个步骤非常重要哦，因为一定要做这个步骤，你的奖金才会进到你的电子钱包。那我们选择第三个，commission payout，那这一个点选，那 update。OK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做好绑定了。这样，这个部分大家清楚吗？OK。